Hello YouTube，今天我要拍的就是 vlog，对，因为我要去槟城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vlog 吧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在休息站休息一下。A few hours later. 冰城了，你看我们从早上加到晚上。哇，到酒店了，有床。哎呀，耶、yeah, ！现在是第二天，刚刚醒来吧。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吃那个，因为我上完早，他们讲有那个很大碗的那个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吃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在旧的万载角，以前可以看，以前没有围起来的哦。啊，对，所以现在我要过马路先啊。
里就是白色的鸟。以前没有围起来，以前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的。它的那个涨潮的时候，晚上啊，它的水到这边哦，没人。现在都填海了，你看没有人看鸟风景。对、哦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它填海了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填海哦，填很多，这里可以走到那边。呀、yeah, ，你没有发现有鸟吗？对，就在这里。算了，有点懵。算了，就这样。Yeah， 我爸爸说这里本来是那个没有围起来的啦，可是现在围起来了。对。